粮油米面，还有肉禽水产蔬果，这边我们都是正常有供应的。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仓库那边，如果说目前店里面就是说货源不足的情况下，我们都会联系我们的配送仓加急配送。按照目前来看，人流量跟平常差不多，因为没有出现那个疯抢的那个现象。可能就是说我们海南人就是说经历的台风会比较多，因为毕竟威马逊我们也经历过了嘛，所以基本上市民都比较就说正常应对的。就像跟平时价一样不涨价。卖得快不快啊？快，还可以，台风又来了，生意很好。今天可能要提前一两个小时。今天菜价应该要会要贵一点吧。为什么会贵一点呢？好像说传不过海啊，传不过海，老板就贵一点呐、啊。我们就跟着平时是一样价，我没涨价。